老板，我想吃这个奶包子。第21天，猫王终于孵出小鸡啦！给鸡蛋标上数字，我们看看六个鸡蛋到底能孵出几只小鸡，并且早中晚都需要翻面一次。Later， 一周后给蛋宝宝做 B 超，快看呀，三号有一个小黑点了，二号的血丝好明显，但是六号空空如也。第18天了，让蛋宝宝踩下水，注意看，它们在动。继续给他们保温，快看小鸡啄壳了，而且能听到小鸡的叫声，我们帮它开个小口利于它呼吸。天黑了，小鸡还没完全蜕壳，让我们来帮它一下，小心的去除蛋壳。哎呀呀，小鸡一下就挣脱出来了，是只健康的鸡宝宝。给鸡宝宝简单的弄了个窝，长乐已经迫不及待要和鸡宝宝玩耍了。第二天又破壳了一只花色的鸡宝宝，你们说长乐是想给鸡宝宝当妈妈吗？